富人万里奔赴布达佩斯，只为了吃一顿全球最火的中餐厅——选王光汉牛肉面、小月月炸酱面。没想到更猛的才刚刚开始，尹正老师的烤鸡一上桌就被抢光，他本人给人超真诚的感觉，说话时还专门蹲下。谢谢尚老板。小明哥不愧是常任店长，从头到尾奔走于每一桌客人。新店长张瑶婷一直默默为大家服务，整得又帅又绅士。闵大厨的干烧黄鱼，这一看就是专业选手。真的绝，超级嫩。还有这道专为我定制加辣版的麻婆豆腐，一定要当面看你吃一下看。郭燕大厨亲自服务，一看就是可以符合了重庆人的味道。这个麻在嘴巴，这个舌头上面跳了一截。餐后甜点是林雨的杨枝甘露，还有陈潇的熊猫冰粉。你的腿伤好些了吗？伴随这个节目，可以见证我的腿越来越好。粉丝宝宝们可以不用担心了。林雨的杨枝甘露，一看就知道是真材实料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芒果味。熊猫冰粉不光颜值在线，熊猫的梅花糖味道也一样能打。这是用黄瓜熬的冰粉，我已经吃它下面的黄瓜的。